NNO 是阿龙啊，欢迎回到我们 Weapon Shop Fantasy 的实况啊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呢，那我们要继续去收集一下材料啊，要可能有一个新的地方嘛。那还有一件事就是稍微呢，想要练一下这边的人的能力值，这个控制也还差一点。那稍微的在上一集结束之后，稍微的跑了一下这个任务啊。所以把他们的技能什么的都先开出来了，这样子就稳定一点点了啊，也没有稳定到哪里去。稍微的，我们今天看看这一集我们能不能存到10000块。那我们来去，怎么讲啊？我们来去把这个技能给买一买，这个自动生产啊，哎，对，就是自动生产要10000块啊。嗯，那嘛，这边应该不算是太难了，是这个特级药草花费好大呀！啊，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沙子？那这个怪衣服不是？嗯，不知道哪里出啊，随便吧。啊。那我们搞搞呢，就去这边。我记得，记得有一个任务是要我们收集这个美人翅膀啊。啊，被麻痹了。喂，够了。没有，麻痹不了我，你这只是一个败家。啊，再来。我痛啊！你一直补血，我就不跟你打了，管你能动。那然后，那我在上一集结束之后呢，就拿了做了一些任务，解了这个，这个一些员工任务，他有给配方啊，比如说什么柔软皮革啊之类的，那就已经就已经解开了啊。不过这个这些比较高级的材料，我都数量所有的拥有的数量不多，所以啊，不急，所以呢就这边只能就慢慢来了啊。这个，那这边不跑一下这边的话，就比较没有。一些高级的材料去比较做一点比较卖钱的东西啊。跑！那如果我们这边有美式队友这个奎夫要支持的话，其实应该。就稳定好多了，对，前提是我，所以我们就要存10000块啊。一个粉色的像是豆子之类的那个是什么？哦，攻击效果小心，还是有点痛。那我们多收集一下这个，这边可以收集到高级的药，特级药草啊。我们就收集一点拿去做这个锤子来赚钱。喂，好吧，不要再麻痹了，我跟你讲。哇，我被打死了。睡眠状态。哎，走。哇，霍普这边。好像不是太顺利啊，应该说能力问题还是怎么样，运气不好。哇，矿物资源好，是某个情况上只是想要说顺便出去练一下这个技能啊。走，哇哈，直接被他秒了。跟你硬碰硬啊，嗯，
好，既然我们的货库呢生吞了这个矿物资源了，那我们可以把头盔给换回来。不过我们没有头盔，好，追点新的给他不？啊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辣椒啊。哎，皮革啊，这个就是这两个就是新的配方啊。还有一点，应该也没什么了啊。哎，对，也没什么特别的配方啊。好，不，啊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来卖，哇，750块，这个好赚啊，而且材料也不说太难，好，我们就做这个清洁枪来卖吧。诶，烧钢定了，你也帮忙做吧。哦，这个铲子便宜，没那么值钱，不过材料还算简单。只是我的木炭快要用光光了。那我先教一下烟幕，教他自己一个工具好，幸运手诀好。我们要多一个 Luna 员工啊，看一下，谢谢你帮我出了这口气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你怎么能在森林里带着起司呢？什么？难道不能吃起司？森林里的死人是最习惯起司的，一定会出现把起司抢走，怎么能这样？这就是在怪物里逐渐选择的，不信你自己看吧，鬼爷，原来野菜有这么多讲究。为了更好的野枪，让我在这里学习。What？ 我不会教你什么东西的哦。火族系超过35的武者头盔，我连做都不能做，你跟我讲。30个冠背穿。嗯。不过我都他要再两个，好，我们先把烟幕给交一交吧。好，能交了。食人之木，猫耳朵全包围，食人之一，全包围是什么鬼啊？猫耳朵47防御这么高，金叉之眼。哦，把遇到的怪物的所有掉了五，那就好多呢。地的体质，地属性攻击增加20%，受到哇，好痛啊喂！还有一个武器之类的吧，先不管它了。好，各种做一做，卖一卖，先再说呢。然后我想了，我们的货物资源可能要回去火山那边收集一下，木炭之类的。其实不一定啊，我只是感觉好像是那边出的而已。卖，不小心连预备要给霍普姐姐穿的那个头盔都卖了。敲，我是要煤矿啊。那然后我们的狗呢，就去打一下蝙蝠。对，打一下蝙蝠，拿这个翅膀。哎，这个是黑色的鹰王，试试看打不打得过吧。哦，打不
打赢啊，打赢啊！剑圣鹰王，飞机，这个成效也是飞机。哇，喂，这，嗯，结果一个都没拿到。哎，我们有这个，有一万块啊！转眼之间就一万块了啊！嗯，我们先来买一个一万块的那个自动生产。虽然说这个产品售价提高 10%， 这个感觉说哇，赚钱一定要有嘛。那我们上一个就来传承买这个吧，网站验证书。OK， 买了，可以自动，哎，同数字，啊，像数字同控制，调转来说，啊，那这边自动好。嗯，来，马克，其实感觉好像说圣堂这一边感觉比较好拿到这个石炭的出手瞬间，哇，被秒了，一次怪都打没打到，就你完全不增加能力这个悲剧，鱼虫，蛙姆。石炭拿的几率好低呀、啊！我操！操！我痛！砍死他！哎呀，差一下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我看看，这是。宝箱怪的钥匙，这是稀有品的吧？哎，失败都不要在意，我们当练一下这个能力。啊，不过我们可以，嘛，算是花掉一点钱了。哦，有食堂啊！哦，用了一瓶治疗药水。喂哦，啊，先按到马克了啊，算了，啊，我们员工有点多，我们再买一个铁剑，让生下育的没有工作的朋友先工作过一下吧。嗯，你力量，好吧，就你吧，去，哦，啊，小瓶子出来。沙子没有办法说可以亮起来，这是一个惨烈的情况。如果能亮起来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说，让改用大奎夫药水啊。5000块哈。那这边我们也是设定一下吧。嗯，哎，有。那这些稿子啊，那些呢，我其实也是挺觉得很不错，只是它是消耗品啊。嗯，消耗品就感觉说有点，好像有点浪费的感觉。蝙蝠翅膀、宝库魔将、骷髅魔将、大姜母，嗯，这个。可到可
额头衬衫。那你阿龙讲话已经不太会讲话，你不然还要给一些什么？啊，直接按错了，算了。学徒衬衫，永远皮革，火的体质。咖啡豆，我是什么时候呢？有一块这么什么神奇的东西？我只是想一个人真正的吃饭。越来越多东西呗。四季树木杆，这些是用一次就坏掉还是怎么样？因为我看它好像是有这个锁匙数量，我不知道它是一次还是两次的啊。这个啊，这个可以做的。好。抢我食物的人全都不得好死，你不要讲话这么黑好不？啊，那我们也是先给我们的马克先生穿吧，稳固的矛，舞者之海。OK， 那然后我们先做一点新的头盔吧。对，连准的头又不记得了。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工具是不是消耗品吧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就选择说不带呀。其实我做头盔应该让我们的富婆去做，富婆做出来的高品质的东西比较高啊，很贴心，摆什么 pose 都不会被甩下来，这么厉害。好，富婆，那这个应该也是选好了，对，诶，没有，是有树木之眼，那就好简单了。好，皮兜帽换过来，让他穿一下吧。给我们的狗狗穿一下这个皮兜嗨，皮兜帽子，然后念一下这个矿物之眼。那基本上算是矿物之眼是一定要学着用的技能了啊！等等，怎么刚刚没有按你头上跑出这个惊叹号出来啊？发言的50%几率吧，啊不 no 的哇，好久没有看到蓝色装备的高级东西了。自从这个剑士头盔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过。哇，200防御力啊，好厉害呀、那我们多出来的这个就多，反正有多的嘛。好。随随便便按个人，对，帽子直接卖。钱呢？赚钱呢？好，我们再存一点钱，我们存到6000块的时候，就把它给卖了吧。其实圣堂这边的怪比较没有那么难打的感觉，是我的错觉吧？是我的错觉。那然后这些这么大只的那个是妖精啊，我还以为是天使啊，因为他说圣堂啊，就觉得上一次就觉得圣堂是天使啊 ，Angel， 哇，喂，打不过，跑啊，不行，啊，
对，我们试一下，我们试一下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工具啊，到底是，一做一个出来是永久用的还是消耗品啊？这个先挖掉，挖掉，敲敲敲。铜矿石好多啊，我好需要这个，我好需要石炭啊，扣了好久才把这个石炭应该是扣出来。等等哦，走多嘛的。我们硬木杆，我们装一个，要马克试试看。对，每次挖矿都获得一次采集机会，那我们试试看。石炭这边都是有的，不过圣堂这边的怪比较好打一点。不过圣堂这边呢，感觉就偏向说魔法攻击的怪物，然后地牢这边就偏向说，异强状态属性攻击的。敲，敲敲敲，这个几率好像不太高啊，嗯吧。哇，蓝色的，我们先拿个图鉴 ，Power！ 啊，那这样子哦，消耗品，那就我们就可以放弃不用了啊。对，不能说我一直去做也没办法，除非说到后面一起收集材料的时候，那就再说了啊。我们先做点，那我们先做点东西赚点钱啊。这边卖一个，做个药水，快点多做几瓶出来吧。送咖啡。好，那我们来做，哎，这库库纳魔杖啊，要重复，当年啊，是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们做这一个吧，虽然比较便宜一点，不过它的啊，不过有钢锭哎，没有石炭呢，麦安妮呀，啊，这边做，哦。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，让我可以说，赚点钱的呀。好吧，一个钢锭可以赚到600多块，是算是这样子了。只好多派一点人出去收集啊。自动啊，应该把所有的木炭都做完就好了啊。石炭不是木炭。啊，木杆还是不够用。啊，那就技术给他做。卖，工作款钱，做，员工人数其实有点多，不过没有那么多材料啊。好了，停了，哎呦，哇，这样子我们就赚到10000多块的耶，好赚啊，10把1亿块钱，好，等等啊，妖精粉末，好，1000块，石胆魔杖，魔力甲子，what's that？上个头骨，快给我，
万能药，火属性的女子之一，我叫你做冰淇淋。好，这个我都不知道摆了多久都没有去做。女子之一是这件，好，好，火属性的，OK， 你的冰淇淋，月见草，我到现在都没有遇过，就白色，就白色的控制也是，火属性的雷睫毛，好，你是，这边就先解一下任务吧，哎，打造，来附魔。错了，这边按下去，来，火属性防御力超过三的雾海啊，你，哎呀，哇，你的雾海来了。我们有两万块了，不知不觉。嘛，其实多一个，我先买一个小子再说啊。其实多一个祭坛也没用啊，我不抢父母啊。好，那五千块先买这个产品，提高50%。那好运的这个也是，对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更高的几率。好，这个五千块也是给他买下去。记作速度嘛，暂时不用。然后我们继续出去搜索石炭啊。狗狗打这些怪啊，也打得过啊。靠靠靠！靠靠靠！不过好像直接挖不到石炭呢，好像只能开箱子啊，不是吧？石炭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只能挖箱子？哦，居然直接打掉了这个石头，好像怪。啊，其实搞打起怪来也挺强的嘛。中毒，靠靠靠，哇炮啊喂，打不过的不要硬着打，可以炮啊喂，靠靠靠，我要碳啊，没有碳我没办法赚钱啊，快安妮啊，不要这样子啊，给我一点木炭啊，不是石炭吧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说他就石炭出的几率真的要，应该说他要改成可以挖到石炭啊。对，不管是赚钱还是做装备去冒险，这边也是需要再做一下，不然我缺这种基本的素材，但这种基本的素材没办法去收集的啊，只能开箱子什么的，这个也太奇葩了。啊，我控我自己哦。出去呢几趟，只有四个
刚四个时差这也太多了吧。那我们赚钱应该要改个方法了吧。那叫的现在都没拿到过，这个是不难的，不过皮革这个比较麻烦一点。战胜敌人之后，剥取小刀。你以为你是在玩这个 Monster Hunter 就是了。这个嘛，魔物坟我们不多耶。办呢？难道就做这个建筑就可以好了？多了一个而已，啊，吧也好，小块皮革。哦，不对，是我们材料不够。猫耳朵，侦察之也好。再做一块。等等，猫耳朵也算是头盔了，我以防万一了啊，速度不够高，算了。猫耳朵，猫耳朵，那个咪咪，一般的猫耳朵。啊，等等啊，现在好像是你可以换装备了，是不是？痛苦之言，这魔都毛魔刀熟手就不管了，就放丢掉吧。侦察之言，哦，那图鉴是指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绿色营造很需要啊。把上怪的钥匙。这个有些怪就摸都没摸过。哦，这个是光属性的显光。看什么来着呢？啊，二丘灵胶是你掉的。这些东西应该是只能用打的吧？那有没有怪物可以喷这个？有没有怪物可以喷这个？这个石炭呢？不是沉默而已吗？你怎么会砍个好几座都砍不到？冒险大成功。好缺啊，材料，好缺这个石炭啊！没有石炭，我做赚不了钱。
那你先回去吧，搞不搞？ 地图都可以啊，不过问题就是说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拿得到啊，这个石炭。嗯，好吧，反正什么地方都能拿得到的话，那就不要去太难的地方了。搞搞物，去吧。 一刀砍，马上关一半血。哦，哇，这样子火山运气好的话，还要可以拿比较多嘞。所以石炭应该去火山收集会比较好。 感觉真的是好像是火山比较好拿到，这怪物啊比较有好出这个石炭的感觉。走，可以来一只，嗯，那小块毛皮我们收集一点也好。靠靠靠！ OK， 收获脱离了。好，我们顺道看一下。那个光属性铠甲，光之宝石。哦，营定原来是要打怪拿，不是吧？你不是吧？居然选择说有些矿物那些东西是要用打怪的方式去拿，你这好像过分了一点哦。 不得不说，嗯，啊，等等啊，我们看看，我们哇，的确是好容易拿多多了。那我们去火山收集一下好了。那火山应该也不用说会死了吧？现在。 好，我之前是做强枪的是吧？哎，等等，这个斧头卖多少钱啊？520，还要更加麻烦啊！我们强枪果然是战前神器啊！哦，哎，居然打掉这个蜥蜴王哎！哦，打蜥蜴王碰这个辣椒啊，原来，拍击啊！ 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居然过了，不知道，居然是，哎，啊，强强做强强，混浊水滴，好，清清洁强。 卖，钱，卖也不是一定啊，只是运气好跟不好的差别啦，啊。 我这边给打死了蜥蜴王哎！啊，说到这边，我们却哇10个营地哎，我们去哪里生出来啊？喂，哎呦，这些工具你好歹让我，这些材料你好歹让我玩家容易收集一点吧。
只能打怪出的话，那不就是吐血了吗？往前打小攻。哇！哇！也不是一定说很简单的打得过，不过的确变得简单多了。嗯。OK， 那时间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这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吧，那我们下一集啊再赚一点钱啊，我们再买一下技能吧。对，我们最主要就是这个品质跟这个价钱啊，这两个，这个是10万块吧。对，我们呢技术在哇，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硬是比较好，毕竟我们要先提升我们的品质，装备品质，然后我们出去冒险的成功率就会变大，然后就能带回来更多的材料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是感觉了。嗯，那我们呢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那谢谢你们收看，好，下一集继续 Weapons of Fantasy 的时光，再见了，拜拜。